香港國際旅遊展2024由今日起一連四日就會在灣仔會展一號館嗰度舉行噶啦。嚟緊計劃去旅遊的朋友，你哋諗住去邊度啊？今年是疫情後第四次實體旅遊展，面對旅遊業邁向全面復甦，旅遊展的規模亦越嚟越大。為了配合大會主題，重新探索世界，今年有成500間參展商，來自60幾個國家和地區。開幕禮當日，仲請嚟國家醒獅隊表演高難度跳裝，為旅遊展打響頭炮。近年香港人喜歡北上旅遊，今年中國內地17個省市聯合做了個龐大的展團，展覽以高鐵為基本造型，仲可以同太空人、熊貓影相打卡，同埋試著漢服添。至於日本和韓國，就是香港人最熱門的旅遊地點，而今年的日韓展區亦都很有特色。日本大家都很熟悉，但47個都道府縣大家又制霸了沒呢？今年就有日本多個縣有份參展，推廣當地最新旅遊資訊。而韓國展區更加有現時最 hit 的 Color Test， 又有得玩，又可以知道多些韓國旅遊資訊，給大家緊貼韓風。今年我哋國家地區新嘅特別多啊，咁你話冷門啲嘅，咁我講幾個地區啦，咁譬如話嚟自中亞，咁你見到後面我哋有哈薩克啦，包括吉爾吉斯都有啦，咁另外中東嘅我哋有約旦啊，同埋敍利亞添，可能都好多朋友都未去過嚇，咁另外就你話非洲嘅我哋亦都有坦桑尼亞啦、埃塞俄比亞都有。咁但係可能聽到呢啲冷門國家香港人唔係咁熟悉，會有啲卻步啦。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呢？係，所以我哋個展覽好齊全啊，即係除咗啲熱門國家地區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啲好多配套式嘅服務。咁包括譬如話你出外需要求助嘅，咁我哋有入境處啦，入境處都其實參加咗5年㗎啦，咁所以佢啲資訊可以提供到市民嘅。另外我哋今年亦都有一啲新嘅叫做醫療顧問，譬如我出去邊啲冷門國家地區，我可能要打疫苗嘅，咁你都可以諮詢下佢嘅。好多人都中意去歐洲啦，咁歐洲除咗自由行之外咧，有唔同嘅玩法嘅，譬如自駕遊艇啊，你都可以試下嘅。仲未諗到去邊度，唔緊要啊，因為由聽日下午2點至到星期日為止，呢度都會開放俾公眾噶，所以大家不妨嚟睇下。期間仲有70-80個講座添，包括有唔同嘅 KOL、旅遊達人同埋網紅等等去分享佢哋嘅旅遊心得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